好，大家好，我们结束之后继续往下看哦。来，这边我会比较马虎一点哦，因为这边的话不是我们今天要写程序书的主题，但是因为我要骂人，所以陪我看一下这一段哦。那骂完之后，你会发现有道理，很发达。来，这个是一样实案监测计划指引里面第23页，来24页。好，这边跳过去，这边都还好，这边 OK，这边没问题哦。好，再来。好，危害分析哦，危害分析跟预防管控措施是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原则。OK，好，来这边，检核自身工厂可见的危害因子，包括这一些，好，或者前面的因子判定起来，描述是否有化学、生物、物理或者其他不能归因的危害存在。那如果是要输出到美国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到过敏源。那我这边引用廖远东廖老师的说法哈，他也是这方面是很资深而且实力很强的前辈。他就说，如果贵公司有用到过敏源，就三件事情：第一个，原料来的时候检查它是不是有过敏源；第二个，你在储存跟加工过程中会不会污染？假设你的东西没有，或者分不同产线的时候，你要标示你的产品是无过敏源，或者是有过敏源产线的话，你要看是不是被厂区的污染。第三个，如果你们本身的产品含过敏源，你出去的时候，你的标签一定要确定这个有写。那依照之前在去年还是前年呢，也是我们参加了演讲，我分配到一个单元叫做食品的回收跟销毁那一块，其中我统计了一下哈。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几个有公开英文资料的地方，他们的回收原因占第一名、第二名的是没有标示过敏源。那标示过敏源跟含有被检验出来含有病原菌完全不一样，差在哪边？它只要标示就好，你不用消除它，小心被污染。但是如果你的产品经过抽检，确定含有病原菌，那就很严重，全部销毁，带回来销毁掉。所以它状态不太一样的哈。好，那我再换另外一个议题来讲哈。像我有个前辈，是我们学校的兼任老师，60几岁了哈。他说他当年到马来西亚读书的时候，信了回教，哇，很好吧？本来就很，所以呢，他就知道很多回教的一些事情，其中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开南大学愿意的话，我们应该要在学生餐厅里面设一套独立的生产器具，来煮回教形式的食品给学生，顺便吸引回教徒过来。我说前辈啊，我们洗干净就好啦。因为之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个学生哈，算年纪比我小，但是算我学姐，是马来西亚人啊，他就要离开以前，我就请大家，我老婆煮饭，请大家吃。我就说你吃什么不吃什么，让我知道。但是我没有锅铲什么没有分开来，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分产线的概念啊。那像他就说，其实真正的回教徒，你的器具必须是全新的，你不能是煮过猪肉食品的，然后再过来用。这就是观念，我觉得不是什么尊重。啊，像因为我母亲是回教徒，对不起，我母亲是佛教徒，讲错了。所以其实我很注重说，我们尊重他们吃素的。我支持素食，但我不是素食者。那我们怎么去分产线、分这一块？好，所以我常开玩笑讲说，大家很关心美国的原料受到过敏源的污染，但是回教受到猪油、猪肉的污染，你在意吗？佛教徒吃纯素的被蛋污染，你在意吗？被葱，你知道那个回教徒看到葱跟看到敌人一样，对不对？啊，我母亲啊，所以我们尊重，不是。我不要跟你辩论植物跟动物，我要尊重你，你要学着尊重人家的文化。那你有没有解法？有啊，佛教徒有好几种啊，藏传佛教、东传或者汉传佛教跟南传。日本的听说日本的佛教徒可以结婚，所以不同佛教、不同派系、不对，不同分支之间，他们的饮食文化会不一样。吃素的就只有中国这个门派的会吃素。OK 啊，所以抓到那个点就知道，要卖给佛教徒不一定要卖纯素，可能地方会不一样哦。好，我听来的哈，我自己对佛教没有研究。好，来往下看。好，这边跳过去啊，来这边跳过去。好，这边跳过去。好，来这边。
这边是我要批判的地方，但是我就大家听一听、哦、未来你们参考一下，不要 email 来问我、哦、因为我答不出来。来这边，大家都说、哦、依照发生的严重性跟可能的频率列为高因子，物理化学生物、哦、好，来这边，请问台湾多少人患李斯特菌症？每年市民中毒发生几件？零件，过去三十年零件零件零件。我错了，寄答案给我，我公开录影道歉。如果我对的话，食药署长要跟我道歉吗？很简单，台湾食品中毒有关李斯特菌症，食品中毒记录是零，因为2人2人以上吃的相同的食物，发生相同的症状，这个很难解决。但是目前为止，来台湾有多少人死在李斯特菌症？一年多少？一年有多少？去年大概20个。啊，我没听过啊，对不起，不符合食品中毒的定义。在哪边？在疾管署。来，我查给你看，马上查给你看了。来，这里。好，李斯特菌症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 CDC 这边最准了哦。到现在为止哦，好，来，这是疾管署 CDC 跟 FDA 没关系哦。好，来，目前为止台湾有多少人？哎，在哪边？对不起，这边加个统计。不对，结果我最常见的那个怎么不见了？看是不是这个？哎，来统计图啊，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哎，突然就这个好。我先按耐住我的情绪、哦、不要骂官员，不是骂各位，是骂官员、哦、你看一下阿云的那个逻辑在哪里？也奇怪，哎，这里好了，统计出来了，好了，这边很好，我写进去抗议啊，没有人理我哈。为什么查不到历年的统计资料？来，我们来看目前死多少人。哎、欸，没有死亡吗？趋势图。来这边哈，这各位看哦，李斯特菌症本土到8月22号为止死亡13人。到8月20号为止，死亡13人。很简单，2019年12月的时候，我在社团上有个人点醒我说，台湾要看李斯特菌症的死亡跟中毒，不是在食药署，在疾管署。OK， 来，我让大家补充另外一个资料哈，这个是去年10月份的讲义，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去年是2019年10月。10月23、哦、如果有兴趣，你写2019年10月23第几页，我来看一下。好、哦，机场，刚好去机场的餐厅，我前辈 的那个案子、哦、去帮他讲食品中毒的案例。其中，啊，对，忘了，这照片是我刚好在读书毕业后回台湾，路过底特律机场拍的照片，然后那时候肥肥的这样子啊，现在瘦了一点了啊。好，来这边。好了，对不起，这边抱歉，因为是机场，所以我会找一点不一样的资料给大家看呢、哦。哎，这边，
李斯特菌症 ，OK， 来这边。好，这边这个是当时的统计哦。当时的统计，细菌从头看到尾，三十年来，如果我错了，一样提醒我，我公开道歉。但是我没有错的话，食药署长要不要公开道歉？好，来这边哦，没有一个是李斯特菌症哦。好，再来。哎，等一下哦，这边哈、哦，根据美国 CDC 的估算，每年有这么多人哈、哦，超过美国人口30%。这边有好，那其中台湾的食品中毒有这么多。好，来，那我们再来看李斯特菌。哎，没有看到。哎，糟糕，我讲义跑到哪边去了？哎，奇怪，跑到那边。来，抱歉，我一直找不到。我简单讲的结论就是，美国他们自己李斯特菌症每年大概估算500人死亡，我就按照人口比例1/4去估算，台湾大概有20个人死亡，但是我找不到。后来有朋友点醒我，你去查疾管局，不是查食药署。奇怪，好，一查，刚才有没有看到今年台湾死了多少人？好，那因为这个点我不是要发情绪，等一下接到后面去，会接到后面去哦。所以，来，我们再往下看。好，到这边来哈。好，所以呢，我开个玩笑哈，你要看电影就要到电影院，不是要到理容院，也不是到医院哦。你要查实。李斯特菌中毒跟死亡要去疾管署，不是去食药署。我最恨的事情就是食药署从头到尾都不讲台湾一年多少人中毒。你不用讲是你食品中毒，但是台湾的确患了这么多，包括刚才看到10几个人死亡。好，来，不骂了，来往下走。好，这边 OK， 这边 往下走，好，来不看。细节你们自己看了，我直接往下看到那个地方。这是他的那个，到时候要稽核的时候会把这条文，这边就是稽核的条文哦。条文在左手边，稽核的样子在右手边哦。好 ，OK， 我们就不讲，往下看。好，我直接跳到最后面。好，这是我前辈教我的哈、哦，就是来这边有一个，再说一次哈、哦，食品安全。管制系统准则里面提到，依照发生的严重性跟频率去评估是显著危害或者不是显著危害。那是显著危害就会进行管制，管制分两种，一有管制就好，第二个要列为 CCP。 那台湾的资料没有讲这么细，我不晓得为什么哈。好，那这边以黄豆而言的话，这个是其中一种做法哦。它是这样子，发生频率黄豆跟黄曲毒素的话，黄曲毒素残留，他把它这边没有列出来，药物残农药残留列为中低，危害度农药列为中低，黄曲毒素危害列为中高。好，那加重评估项目，后续加工可不可以消除，能不能消除是一个项目哦。好，再来曾经发生过历史事件又是一个。好，再来政府公告之监测项目，那请问，好，我就很酸的话，我就很酸了。这边的话，黄曲毒素4×4+10+10+10等于46，农药2×2+0+10+0等于14。那请问李斯特菌怎么算？发生严重性很高，我没问题，发生频率是零啊，食品中毒几率就是零啊。有没有感受到我很不爽的地方？那没关系哈，有个地方叫做政府公告之监测事项，它是疾管署列为，忘记是第三级还是传染病要监控的。所以把它列进去，这边要加分，不要它的危险性要加分，这样子 OK 吗？好，所以好不骂了，好不骂了。好，来，我们这个单元就结束，我们往下看到第二份简报。来，我们往下看。好，到这边来。好 ，OK， 来这边的话，刚才快速看过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抽出来，跟我们传统的 GHP 程序书哪里不一样啊？好，那本单元引用的是慈善监测计划的这个
跟内需程序书。好，来，第一个实战监测指引当中啊，有一个这边全部弄过来哈。好，来，8.1.6追溯追踪程序书，这个不算，这个不算哈。好，那另外一个我跟我朋友在商量，我要写化学药品操作的标准作业书。哎，神经病啊！不是，因为大学是念农业化学系，我们对化学比较谨慎，比较谨慎哈。那是不至于像上次贝鲁特那种大爆炸，但至少我们最常发生的是什么？举个例子好了，像每年台湾游泳池都会把稀硫酸跟漂白水混在一起，造成产生氯气，游泳的泳客夺门而出，每年一定会发生哦，每年一定会发生哦。那这个东西其实上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化学，或者说大家在洗厕所的时候，哎，一手倒盐酸，一手倒漂白水。那曾经我在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去看某一些杂货店或者比较大一点的卖场，他就把漂白水跟稀盐酸放在同一区，因为是洗厕所的。一，我们有化学背景的，我觉得不这样干，除非你用一个什么塑胶篮子装起来，万一破洞才会分开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漂白水，双氧漂白水遇到含氯漂白水也会产生氧化还原作用，可能会产生氯气啊。好，来，这个图是什么呢？这个图是依照餐饮业者食品安全管制系统评鉴，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事实上，我跟你讲，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他讲的是餐饮业者。美国 HACCP 大家读到，从1950年代一路下来的时候，餐饮业从来都没有列在 HACCP 里面，直到2006年的餐饮服务业自愿性导 HACCP。 我讲错，提醒我，我公开道歉，我没有错，让大家去知道这件事情了。好，那相对起来呢，有个状况是什么？台湾一开始导入就导入什么？餐饮业。很好玩了，这是我前辈提醒的事情。这边他把食品九之一卫生管理称分为建筑设施等等的几个部分，制程品质分为这几个部分。好，再来运输等等的。那如果是要导入 HACCP 的时候，这时候呢，这几个单元会联动到 HACCP 的计划书或者它的步骤。OK 吗？好，所以变成我很喜欢写这整理表。好，再下一个。这个表格我有印大章的给各位，就是有附一个大章，我就直接用这个讲。好，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评鉴办法，在左手边，九之一分为六项，九之二分为七项。OK， 接下来就是这一块。这一块的话，从第八章8.1.1分为建筑设施、设备、从业人员、清洁。我也是，哎，中间漏了一块叫做废弃物管理呢，由它移到下面去了，移到下面去了。好，再来8.1.2就是对应到原来九之二的地方，它把它拆为食品三添加物三专管理，人流、物流、气流、水流，防治交叉污染跟流样测试，跟原来这么一大串的地方有被拆解掉。来，大家麻烦我们用20秒静一静，看一下这整个图表。阿元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做成一个对照表，但是你看你就懂，因为你都有经验。我喝个水。好，有没有发现我们原来大家熟悉的其实是左半边这一套，现在右半边就把它加进来了。好， OK， 那没问题了，我们继续往下讲。那要彩色版本请自行到我网站下载原始档，发现错误请让我知道，因为我喜欢不用来，不用怕挑战我，错我一定公开，不是错我就修正，谢谢某某人给我指点。好，来来，第一个实案指引的话，本手册之订定，按照自有自主管理，什么什么一大串。好，来这边说明哦。9001在2015年版之后，强调不需要有，对不起，不强调要有手册。
不要说不要哦，是不强调要有，但很多顾问老师会建议大家要准备，因为它至少是个具体的，是个具体的哈、哦。来，我开个玩笑，这两天9月1号是不是全国各地交通大执法？我跟各位讲哈，我回台湾，我从2007年底回台湾到现在13年多，我到现在还没适应台湾的生活。主要讲，不是美国比较好，是我们已经习惯，那是合理的啊、哦。我稍微礼让一下，后面就叭叭叭叭叭叭，看到斑马线我就再让，我让了十几年了，没有人来鼓励我，然后现在要来抓这些，很奇怪哈、哦。好，来，对不起，来，我们习惯有手册之后，至少它是一个具体看得到的。建议大家这边，但是它不见得要用纸本。等一下，我下个单元会讲哈。好，那相对来说，食药署的要求不是 ISO 的要求，不要混淆喽，不要混淆了哈。那相对起来，如果说你们被刁的时候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分为清洁、准清洁、一般跟非作业区？说很抱歉，你是卫生官员，你告诉我哪一条跟有这一条的。啊，当然你要呛他说你实力要够强，然后就是你卫生做得很好，因为太多故事的哈，有些稽核的菜鸟实力比不过总经理啊，但是总经理只是留给他面子而已哈。好，来不讲来，不能搞混了。法令法规主管机关的要求优于民间验证，虽然民间验证要求的水准更高。好来，好，请问该纸张还是数位？该纸本还是数位哈？好来，这边我用调味酱的那个指引，他就说文件以现用哦，他讲话很死哦，现用 A4 纸张，除非有特殊需求，像我就给各位这张表格是什么？A3，为什么？因为我还想用 A2，因为整理表再整理不下去了，我觉得那个资料的问题哈。好，那请问？现在实案指引的时候，它就不限于纸本呈现，但是它的保存要有一致性等等的啊、哦。好，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其实网络够好的时候，我建议全部都用网络。我建议全部都用网络哈，包括现在很多东西，像我10多年前学到 Google 共编，我6年前、7年前教学生就在带到电脑教室，我们上 HACCP 课，我就用 Google 共编给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好像到现在，好像共编这件事情离大家还很遥远啊。好，那没关系。如果说是实案指引的时候，不限于资本程序的话，它跟什么东西？它跟 ERP 可以连接，它跟网页可以连接，它跟很多法规可以连接。用超连接才是数位时代的强项。好，那举个例子好了，像我刚才提到说冰箱，像我一个朋友，他经营进口水果代理的哦。他就说，他当时租了一个厂房，自己建冷藏库房，组合式的库房哈。他说他用了3套日式的冷那个压缩机。我就问他为什么三套？他说冷冻能力、冷藏能力，对不起，冷藏能力2套就够了。但是前辈告诉他，3套一个轮流休息。哦，谁知道我们大学老师哪有人懂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好，至少我问到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日本的跟台湾差在哪边？他说日本的贵很多，但是耐操。那你三套你要怎么轮？他说电脑自动会调。OK，好，就学到了。我不需要学这个，但至少他告诉我，我就把它转给各位。好，那接下来各位在保养冷房系统的时候，你怎么办？冷房系统的东西，包括它的压力表、它的压缩机等等的，其实你们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用超连接去跑。包括冷房，那它要怎么冷房？还有几件事情，排水，因为我们常去茶厂的时候，看到那个排水滴的到处都是，当时没有做好，等等的啊。所以其实不用纸本呈现，用超连接它够，但有个缺点就是，万一那个卫生管理员离职的时候呢，就会有状况。但是也怕他会把资料全部都公开，所以怎么样在机密跟方便之间取得那个点哦，要去思考一下。好，再来。7项还是8项？我们在标准作业程序书里面，从目的范围、名词解释一路下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流程图，有一个是流程图哦。那流程图的话，要不要写？实案监测计划要写。指引里面他写作业方法及流程图，
好，等一下我们的范本会给大家看到这一段哦，看到这一段。好，来，好，再来哦。题外话哦，题外话。好，那本章提到的这些的话，像内部供应商等等的这些东西不在第八章，所以不见得配合第八项，因为它不是标准作业程序书哈。这题外话不管了。好，来，再来，决策小组等等的哈，像过去啊，这不管了，来往下走。好，来，那在这边其实我也要肯定一下官员了，因为我们这次的讲义它有三个地方提到说不能只限于食品，要其他的领域的哦，所以我就说感觉官员们不在本位主义基，至少我们先选。那我也许下个愿望，我希望写信给行政院长，跟他讲说，我们能不能政府稽查辅导一个窗口就好。2014年的时候，我跟着前辈去，你知道2014年发生什么黑犀牛事件？然后你知道业者怎么发飙吗？哎，老师，你们不要这样子！哎，发生什么事？怎么脾气这么大？前两天卫生局的来看我们的废油，当时爆发黑犀牛事件嘛，就是废油被回收再利用的事情啊。卫生局的来看，环保局的来看，现在你也要来看啊，你们一次来看就好了哦。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们稽核，不管是第三方辅导稽核，或者是卫生局、环保局的稽查，一个窗口一次解决掉。好，说我许下一个愿望，等我资历够，我写信给行政院长。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无法上达天听，写给苹果日报也许更有效啊、哦！不要让业者应付不同的人，也不要让单一专长的老师对于他的食品专长卫生过度强调。经营业者什么都要面面俱到，OK 吗？好，好，再来这边呢，这边有提到说，卫生标准作业程序书，我们该一个一个来讲哈。这边传统相同没有意见哈。人流、物流、气流、水流这边出现了，我们下一节课我教大家怎么画这一块。好，再来。那很多人都知道食品四驱四流，但是又说不出来哦。那事实上已经做了很久，做了很久哦。好，那下个单元我画给大家看。好，再来。四驱清洁、准清洁、一般作业菌跟非食品哦，最主要参考 TGF 条文，它定义非常清楚。好，那请问 TGF 条文是抄哪一个国家的？那这样讲不好听啊！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高手，哦，我跟你讲，跟高手过招两下就知道阿元输人家多少。但是大家是很客气，那教我很多哈、哦。他说他知道最早期 GMP 有一批前辈是留日的，他们就从日本学了很多教材。他说哦，难怪哦，我虽然英文很烂，但是我很喜欢读英文资料，至少还可以翻译。日文我就完全不行。他就说当时翻这几区的时候，参考日文资料。好，那等一下给各位看到哈，以我另外一个前辈告诉我，以美国我们讲 PCQI 啦，就是他写 PSFCA，就是一个忘记叫什么，一个那个 association，他们做出来的教材里面，这个东西叫做 hygienic zoning。我为什么这边停那么久？我听了一堆演讲，没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这个，我自己查资料的。好，所以未来你们有兴趣接手，从这边往下接哈。好，来，这从 PCQI 里面教材出来哈，它分为5区：Non-manufacturing areas（ 非生产制造区），就是对应到我们最熟悉的非作业区；Transition area，我把它翻译成过渡区了哦。好，Basic GMP area，基础的卫生区域；Primary pathogen control area。主要的病原控制区就是相当于我们熟悉的清洁作业区。好，再来 sensitive 或者是 hygiene areas 敏感度高的区域哈。OK，下面啊，这边我没有，好，快速讲过去啊，就是这边没有那个不是食品作业区，这个很熟，没问题。好，那这边 may include an entry room 进来的那个门或房间。Locker room，我们更衣室哦，and similar area that enter into basic GMP area，像这些东西，啊，一些那个 smocks、hairnet 等等的这些基本的配备要穿进去的，都要需要这一区。好，这边呢，透过截取一小段了，透过单向的流动，
减少污染，就我们很熟悉的那一块。OK， 好，再来 ，primary pathogen control area， 主要病原控制区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哈。那这边有一个是我们比较不熟悉，他说 areas producing food for sensitive populations， sensitive 不是说很敏感，应该是说有病的或者是孕妇啦，或者是婴儿这类的哈 ，such as infants， 像婴儿一样的哈。或者说这些食物是给临床上用的这一类的，好，那像这一类的话，它是高敏感区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四区之外是不是有第一个五区？不，抱歉，我本来要上 PCQI， 后来我没有时间去上，所以我先读讲义啊、哦。来九月有时间，后来发现哇，学校有课上不了，没关系，我自己读资料、哦，然后分享一下。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未来要引用资料的时候，台湾会不会抄这一块？不知道，我不知道。但至少说未来抄这一块的时候，大家知道说 OK， 抄日本系统的 TQF 或者是美国 PCQI 教材里面的分为五区也 OK， 它只有一个目的，透过卫生管理、人员流动等等，让市民卫生可以提升了。好，好，这是它的那个范本哦，这是它的范本，我把它取出来。好，这个以后我再翻译成中文了，现在没有时间。好，再来仓储部分。我稍微加速一下哈。好，仓储部分的话，这边来讲，他没有提到详细的物品的位置图，对不起，我打错字了，位置放在哪个地方哈？这个看参考 CS 的验证。好，像那个绘制冷房内里面的放置图，广义来说，不止冷房，所有实施的库展空间都要，包括外部仓库等等都算哈。好，那相对起来，如果是连储存期限规格标准要写入程序书的时候，啊，事实上如果能跟仓库管理软体或 ERP 联动的时候会最好。这个东西不可能靠资本。那但是怎么样做到资安机密不要外泄啊？贵公司不见得会想要反清复明啊等等的。但是资料是公司的财产，是公司营运，也许你们有很特殊的发展计划，不能让竞争对手知道的时候，怎么做到内部？这个我就不懂哦，因为内部治安这个我不熟。好，再来，运输物流管制标准作为程序书 ，OK， 实施范围内所有运输器具，所有运输器具啊，像例如说我看到了哈，委外运输算不算？罐头，我委外运输风险小，因为它温度波动还可以承受。好，那如果是团散业者呢，它的风险不小，因为它的运输过程它不是密闭的，而且它容易受到温度波动影响。好，那如果是我们公司车子突然有状况，短期租车或委托他人运输，隔壁阿元帮我送一下好不好，你们家卡车没事。不行啊，我们家卡车是 在工业用品的，我管你的，你就借我车，就出去了。那事实上如果一文字计划是吧？实施范围内里面都要记录，包括这一块。那甚至有一些产品的话，虽然是大公司，但是它可能是我们请 Foodpanda 或者是 Uber Eats 去帮忙送的时候，理论上这个也算，理论上这个也算哦。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要怎么扩大解释，在官员的手上哈。好，再来，对不起，我把这个单元讲完了。好，量测与实施哈，来这边我刚才提到说，看到所有二字的话，腿就软了哈。一般只要求监控 CCP 点或者是重要的安全管制，例如 OPRP 啊。好，那个OPRP 的话，在台湾观念不见得会那么强盛。我也是上了两次两万了之后，两个老师在强调，我才稍微有点概念哈。有个东西有没有管制措施？是不是？来，对不起，我先跳一下哈。哎，对不起，等我一下下。这个讲义是在8月15号。8月。8月15号的第二个，错，不是这个，不是8月15，对不起，
八月十二，对不起，八月十二第二个。哎，如果有兴趣看我八月十二讲什么，请自己点进去看哦。第二单元，对，这边。来，我对不起，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帮大家解释一点疑点哦。快速往下讲，来，那就开个玩笑、哦。蔡秋凤金包银、啊、就是别人生命啊，把人的性命恐惊个包银，我们性命不得及啊。因为如果你是蔬菜，你没有经过履历或者是验证的话，你进到 HACCP 系统的危害分析，第一关就是列为化学性的 CCP， 有没有印象？我不讲微生物哦，我讲化学哦。好，那。别人若开口金玉良言，我亮出我是 CS 的，或者是有产销履历的，马上连显著危害都不是。好，那如果呢？如果你拿不出验证，你第一关就被列为 CCP。好，来往下看这边好像哎，第一步 A， 这个地方是我在学校教学很多年累积出来的。大家看我的顺序啊 ，A 加工步骤潜在危害跳到这个地方，你凭什么说左蓝？答案在 D 啊。这边不当使用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它是显著危害，写个 yes， 化学性残留在超市购买的。好，那 yes 之后呢，就跳到这边来，有没有管制措施？有，没有的话你就不用玩了，就这个步骤全部砍掉，这一道菜砍掉，这个产品砍掉。有的话才能继续往下讲啊。好，往下讲的时候，这边就是 yes， 它必须要列管，所以这边只要列进来就是 OPRP 了。好，再来。如果说你看它第一个步骤验收就被列为 CCP 了，好，这个地方是节切蔬菜，它的生物性的话，因为它是 CAS， 它是生物性呢，因为它有管控来源，它连第一步都不用列为显著危害，你看差多少？所以为什么要写蔡秋凤的金包银啊？所以我们说它有没有管制措施？事实上就是我往上跳啊，他有没有管制措施？事实上就在这边。像以小番茄的传统市场的小番茄的话，它不是 CS 小番茄，这边有管制措施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去监控它，不用设管制界限，不用做后续，因为这边做好就好，所以这边不需要。那这边的话比较接近 ISO 20000的 OPRP， 就在这个地方。OK 啊，好，有兴趣请看8月12号阿元的影片，全部存在网络上。好，来跳过去，来，我们回到我们这边来。哎，对不起，我耽误一点点时间，我把这个讲完，我们再休息啊。第16页，好。好，所以呢，这边的话，像那个一般对监控才需要去要求。那如果说像我们是用甜度计，像举个例子好了，我在一些面店看到他们用折光度计把一滴牛肉汤或者怎么样的滴在上面，看它折度计，知道它的盐度有多少。那像例如我在三商巧福，我看到我在我们芦竹桃园芦竹某一家面店有看到，我就哇，这个叫什么？这叫品质，除非你看它的折射度跟你的安全有关，不然它是品质。好，那这时候呢，现在只要食安监测计划，你这种测量仪器全部都要校正。如果你们是 ISO 20000的话，要追溯到国家或国际标准。请问怎么做？折射度计怎么做？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但以我的知识哈，折射度计的话，像我在美国，我们是酒类实验室。他们葡萄汁挤下去之后有两种，一个是电子式的，相当于台币一个10000块；一个是折射度计好一点的，一个3000块。现在你在网络上可以买到400块的哦，应该下次买来当礼物才对。那个东西的话，一般都会有它的标准校正，而且跟温度有关。电子式的话会自动把温度做补偿，跟 pH 值一样。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具备了之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公信力的单位，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追溯到国家或国际标准。哦，所以这是我的个人论点。但是万一你们被稽核到了，你要是要实施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的时候，就你们自己看着办啊，自己看着办。好，来，那这边的话，像我写说哈，少数的案例哈，有一些人员不清楚，我不能写稽核稽查人员了，我不要写卫生局官员了啊，就是有些人员不清楚细节就狂刁业者。
我们自己稍微懂一点，听完之后就觉得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包括我的学生被人家刁什么，你们的砝码有没有校正？我说砝码校正，他们又不用食品添加物，不用什么东西，团膳业者砝码校正，关你们卫生局什么事？我公开讲哈，我在录影哦。如果你的这个东西有用到很重要的，而且牵涉到人体危害的，你卫生局来刁我没话说。他们团膳公司没有用到，你去刁人家砝码校正，这有意义吗？哦，我讲白，要写信给监察院还是写信给谁？不需要这样，大家好过日子，我们按部就班哦，而且是，算不要骂好了。来，再说，现在食安指引告诉各位，所有测量仪器都要校正的时候，所以这边我们有少数伙伴公司有导入的，自己皮绷紧一天。那规模还没到那边的，我们自己有心理准备，我们怎么样提升品质？未来可以这样做哈。好。好，那这边，请问国内业者需要写 GHB 的程序书的法源依据是什么？不是 GHB，GHB 只要求你要留下记录 ，GHB 从来不告诉你要写程序书，也不是食品安全管制系统准则，他们要告诉你要留下 GHB 程序书。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听不懂，那没关系，就忘掉它。你听得懂的话，代表你已经抓到一个点。因为我一直在整理资料，我不是要攻击政府，但是我要把源头跟来龙去脉整理出来，以后要跟卫生局官员辩驳的时候，你才有资料可以讲。很简单，请问各位导入 HACCP， 谁叫你写 GHB 程序书？餐饮业者导入食品卫生评鉴的那一块。那个法规很长，忘记了，就是那一块。现在3000万以上跟多数要导入食安监测计划的法源就是食安监测指引，没话说。再小型一点的话，没有一个你去看啊，没有一个法规叫你要写 GHB 程序书啊。但是你不能不写，很简单，大家习惯这么稽核，你不写就很奇怪了啊。好，来这边跳过去啊。好，这边好。再来哦，除了密闭灭菌系统、压力表跟温度计之外，其余校正项目没有像 ISO 22008.7讲到要追溯国家国际标准哦。还好食安指引当中没有强调这件事情，喝你嘎仔，喝你嘎仔。他万一这个列出去，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时候，你不做就有问题。但是呢 ，CAS、TQF、ISO 22000有，你就必须做出来。但是，阿元，我问你哦，刚才我读了 ISO 22000的条文，它没有提到所有仪器哦，它只说仪器校正要可追溯到国家或国际标准，它没有讲所有哦，所以这时候是不是我们缩小解释到只要监控 CCP 跟食品安全有关的就好？这个各位自己去解释哦。好的，我开个玩笑哈，那个我跟系主任凹了一笔钱，买了一个砝码，标准砝码。因为我们砝码有几级？一级、F1、F2、M 级、三级啊、哦。好，那它的误差范围不一样。我们用 F 级的，我就觉得已经感觉开宾士在路上的感觉。一级我们买不到，那个贵的要命，而且不是我们一般人在用的哈。我就买到 M 级的标准砝码，上面附了一个大陆简体字的那个检验证书。我就跟我朋友讲，这个算追溯到国家或国际标准吗？好啊，不聊了，好，来往下看。好，来高风险一律及成品回收。好，这边跳过去，这边跟一般程序都相近。好，那废弃物这边跟相近，我就不讲了。好，内机。好 ，GHB 没有提到内机哦，只有一般的验证跟 HACCP 就是食品安全管制系统准则才提到要内机这一块哦。好，这边跳过去，这边也还 OK。好，这边哈、哦。第十个单元食安一样，就像我讲的，避免同温层效应，大家利用不同的资讯补助、免费演讲等等哈，让大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让员工接触一下不同的。像我就很喜欢听不同领域的演讲啊。OK， 来这边跳过去啊，这最后一章，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再看那个范本啊。好，那相对起来的话，公司外派接受食品卫生安全教育，优先选择主管机关。认可的卫生讲习机构，这是对的。那我问一句话，公司要提升行销能力，有没有主管机关许可的机构？
公司想要输出到美国，有没有 PCQI 或 FSVP 的许可机构？公司想要导入 SQ 不验证，请问有没有许可的教育机构？有没有感受到我在骂人？这几个，算了，讲白点就是，不要关在自己台湾的食品里面去看全世界。这几个很多业者都在做，你要去许可什么？你有能力去许可吗？啊，所以没关系，不要民不与官斗啊！我不是民，我也不是官，我是怪怪的人哈。来，我们休息十分钟，等一下我们再从后面的那个内部集合的往下讲啊。来，对不起，大家动一动啊，如果。